欢迎再次观看9000新闻。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9月10日。近日，中国的各大媒体平台有关韩国顶流女团 BLACKPINK 队员 Lisa 将参加法国的脱衣表演疯马秀演出，引来爆炸性的讨论。这件事的起因涉及到，在9月7日，有一个 fans Lisa 的 Instagram 发文提到 ，Lisa escort horse coming soon，Lisa 的疯马秀表演即将到来。由于疯马秀，中国的网络自信显示，舞者在跳舞的过程中是需要把包括内衣在内的一件件脱掉，并做出一些明显诱人动作，几乎相当于裸体表演。因此在中国网络内疯传一则巨大酒杯跳裸体舞蹈的视频，许多网友称这就是 Lisa 的彩排舞蹈，我们将其附在本视频的开头。不过很多网友评论提到，这根本就不是 Lisa。 有关此事，我们查询到有台湾媒体三立新闻在9月9日的新闻中提到，有关 Lisa 将在9月28日至30日进行疯马秀表演，并且是连续三天进行五场表演。有关人员回应提到，邀请 Lisa 在舞台上表演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新的年轻女性客户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未来的观众，因为疯马秀已经成为一个骄傲自由女性的象征。我认为当 Lisa 决定这样做时，也表明了同样的道理。继续有关 Lisa，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，现为韩国 YG 娱乐旗下离职音乐组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，在队里担任主舞领饶舌副唱及忙内，是该经纪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位出道的外国艺人。 Lisa 泰国国籍，以1997年3月27日出生于泰国武林南府。